人生就是一场戏。我去吃的那一天就跟他演的那场戏，所以我记得他，是这样。但是这么多年，几十年的今天，在这个戏台上一直在运作，转着转着转着，谁都不可能是永恒的演员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在每一个细节中，演好自己当下角色吧。但是哦，那天我看他在那个，就是那一场的访问他那位媳妇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记得你的公公婆婆什么什么？”他就记得说他婆婆在赶工啊，然后说这个晚上怎么样怎么样，赶工时候还在什么发脾气啊什么的。虽然是那一天哦，那个场景而已哦，让他的媳妇念了，至少到现在还在念嘛。那会不会到下一辈子来又念？我告诉你，会的。会。所以我现在是小故事大道理，我是讲给你听的。这个店从小门面违章建筑开始，到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，它的这个过程，每一个人的参与都在这里面是演员之一。到今天的这位主事者，他说明天就算没有人要接他这家店，就算他卖掉，他希望这家店的名字还在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但是在这个戏一开始到每一出每一出的演，在每个过程都有过程中的主轴跟重点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吧？是。但是在主轴跟重点当中，我们要想清楚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。就拿这家店来讲好了，也很感谢他。你看，他也在讲，那个报道也在讲，很多的名人都是这家店的老主顾啊，都很有名啊，在台北市吧，应该很有名，是不是？这一长段的时间点，所衍生出来的朝朝暮暮。你把这个戏码想清楚，这是别人的戏没有错，但他这个戏的朝朝暮暮所换来的，如果要换成一个每一天日升日落里面的剧本，如果要写的话，那可能是不知道多少本书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何，如果你是这个老板，你如何从中抓到你要的？可以让你值得今生安慰，而且生生世世真的有回溯到那个记忆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值得的，这就耐人寻味，是不是？对，是。所以红尘中的每一，就说你要看你怎么看哦。这个老板他也许可以跟人家炫耀，我在台湾就是开这家店这么有名，但这家店的后面呢？为他又带来后面，他能带走什么？没有啊，也许他真的在哪里回溯到以前，他跟人家说，对，我曾经开一个这么有名的店，那又有什么呢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懂得运用、运作，把你人生的重点抓到的时候，胜凡双修，你在后面再看的结果应该不一样。